只要决定结婚就给房子吗？你考虑好了吗？我的提议，假扮你的新娘要给我3000万的事吗？我只是没有很积极的找对象，真要交的话3个月内就能带对象回家。居然摆我一道，你以为我喜欢你才会纠缠不清吗？我妈说要跟你结婚才会给我创业资金，所以你就忍耐3个月，等我房子卖掉还你一半，也会跟你离婚。要用好男人来望见坏男人。结婚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现在很美丽全台首播。